我们的脚印应该已经消失了，所以说现在只要等待这个杀手的到来，然后让我们躲过一劫就 OK 了。哟，各位亲小伙伴大家好，我是小飞象。那么今天我们来玩这个很久没有玩的杀手模拟器，有很多小伙伴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，让我们再来玩一下这款，因为这款游戏直播的时候玩了很多，所以说我们最近没有录，所以说我们今天呢看一下身份会是什么呢。第一把身份啊，果然还是平民，但是这个地图是我喜欢的地图呀。我们先在衣柜里躲躲吧，躲在这个衣柜里怎么样？或者哎，哇，这是看我排到了什么韩服吗？怎么他们打了韩文？游戏开始进行了，然后不知道哇，杀手行动了这么快吗？已经杀了两个人了哎。Oh my god， 要不要出去看看？当心点。哦，谁是杀手？警枪被他捡了，他不是杀手。那么。他开了一枪，他跳了下去，是谁？哦，哎，救命救命救命，别救命，有话我说，我跳下来了，哎，救命，别闹，哇，他把这个凶手直接给勾引上来了，好像没有跟我进来，哦，还好，哇，这么刺激吗？差点被凶手直接追死了。各位小伙伴，如果想看小飞象玩这款游戏的话，记得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告诉小飞象。那么有什么想说的，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，记得点赞转发。我们现在就赶紧上楼吧！救命啊！这个人就一直跟着我啦，他在哪里呀？他是个带翅膀的人，我记得。我们先走吧。哎，到对面去躲躲。哦，他开了一枪，他们应该已经发现凶手了，但是还没把他杀死。好，先在这里躲一躲。我们跑到楼顶，金币都快吃满了。哎，他还在杀人，什么情况？这个人究竟在干什么？他还不杀了这个人？天啊！就是这个人，快把他杀了！他跑什么？一枪又开空了。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找个地方躲起来了呢？他现在想杀了这个人，还不如把这把枪给我呢，还没打死，但是他已经被发现了，这个凶手的日子不会太好过，死是迟早的问题了。就这个绿色的衣服的人，我们要不就等着，哎，又开了枪，又打空了，我们又等着这个警察死了，捡他那把枪怎么样 ？OK， 啊，对吧？正义还是战胜了邪恶。我们虽然在开空了四五枪之后，还是把这个凶手也给干掉了。不过第一把就这么刺激，我差一点，那个人直接跟着追着人上来了，然后差点追到我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今天第二把游戏，第一把游戏很顺利，第二把来看一下那个地图，这边据说是有个密室是吧？可以传过去，我们过去看看。哎，我找到了这个密室，但是这个密室是空的。这个密室，哎，这里有一个玩家，好像是个杀手，他把一把刀插在这里啊，过不去了。好吧，那我们就，哎，我还出不去了，哎，我太胖了，挤在这里了，地图也没有选，好吧，等待一下游戏开始啊，嗯，杀手模拟真的是很久没有录了啊，然后呢，我们最近还是会玩一些故事模拟器，但是故事模拟器已经感觉玩不过来了，非常多的故事模拟器。第二把游戏，噔，哦，我是警长哎，好。这次看我来如何把凶手给干掉，只要我不要被凶手秒了，基本上都有机会。哎呦，是谁啊？好像凶手不在外面吧？好像并不在外面，我听到刀声，但是在里面。金币先吃一下。我现在决定进去了。这时候千万不要撞到凶手啊！阿弥陀佛，菩萨保佑我们先。哦，完了。他不是凶手吧？他不是。好的，那我们先跑到二楼去。噔噔噔，先跑到二楼去看一下。我只听到了，哎，凶手是谁？哦，凶手在外面。是的，黑衣服的这个人。好的，我看懂了。那么我们
等一会儿，好吧，我们先吃点金币，好吧，要钱不要命。这黑衣服的小伙子，哎，他在里面应该杀不到我，就是他。你们为什么还离他这么近啊？啊，这人真的是，我已经被我发现了。我们火眼金睛发现了，但是不要急啊，我们要吃50个金币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先到里面绕一圈，等会儿最后出去再干掉他。太可怜了，这些孩子们。不能怪我啊！你们都在外面，要是像我一样躲在里面就好了。黑衣服的小伙子，让我这边绕出去就是他的死期。叮叮叮！哇哦，发财了！这边金币一大堆，好，吃到了30个金币，现在还差20个，还差20个我们就……哟，吓我一跳！这肯定是第一个死掉的人，他在里面，还好我们跑得快，不然我们也难逃一死。哇，他还在外面杀人。好了，他的死期到了，不是我说，他的死期到了。让我来看一看他在哪里。哟，他跳了下来，是他吗？好像，哦，是楼上那个人应该。砰！哎，什么时候杀手的距离变成这么远了？他离了我10万8千里都能把我杀了吗？我还想再等一等的呢，哎，太可惜了。我们最后能获得胜利吗？把希望交给你了，回头开他，开他。哎呀，好吧，这把算是我们放水了，好吧。哎，这个杀手现在距离这么远吗？好久没有当杀手，一点感觉都没有了。哎，我只对他开了一枪，可惜了。本来想把他留到最后的，没想到。我没有控制好这个距离。好，我们来看今天的最后一把游戏啊，小飞羊的杀手模拟器之旅。当了一把经常不太顺利啊，最后一把希望能给我当把凶手。我当凶手的时候怎么没有这么远的距离啊？刚刚那把真的是出乎我的意料。哎，我也进来了。哎，来了，新的游戏，杀手，杀手，完了，平民，完了，完了，想办法活下来。哟哟哟哟，下面会有杀手吗？哎，这个人不会是杀手吧？我们先走吧。哇，这人跟着我，有种不祥的预感哦，有种不祥的预感。我们进来，在里面躲一躲。好，好，我们的脚印应该已经消失了，所以说现在只要等待这个杀手的到来，然后让我们躲过一劫就 OK 了。当平民我还是能够活下来的，我觉得。哦，连续2刀，这么刺激吗？这么刺激吗？哎，你说杀手看不到我的影子啊？你看我地上有团黑黑的影子。2刀已经结束了，他现在应该在外面，我觉得。让我们看下尸体在哪里，后面有个人。他把门，完了，谁把门给关了？糟糕。完了，他把门给关了。哦，秀才坐外面，谁把门给关掉了？这也太危险了吧！嘿，那我们就上去吧。这门怎么开？哦，门开了，门开了。箱子还在这里，杀手应该在外面。我们还是去右边那个房间。好的，哎，杀手应该在外面，看一下哦。外面没有尸体啊？什么情况？那杀手杀的人在哪里啊？警察应该也活着。哦。他们躲在这里，这两个应该不是杀手。如果杀手早就过来杀我了，对吧？你们俩应该是安全的。现在杀手开始疯狂找我们，我很有可能哦，外面果然看到尸体了，很有可能啊。我们现在去外面吧，这把外面居然没有人躲，很有可能刚刚那个黄衣服的就是杀手。哦，是他吗？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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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被他发现了。小伙伴们，对不起，小伙伴们，对不起，我先走一步，拜拜。小伙伴们，对不起，走喽。噔噔噔噔噔，我就觉得是黄衣服的这个人，也有可能是这个人。这个人怎么在室外一动不动？我们先出去取点金币。叮叮叮叮叮，是谁啊？这杀手？哇，发财，好多金币！吃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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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。我觉得躲在这里差不多，可以躲在这里，但是
但是杀手万一来的话，我们就死定了。躲在这里，然后坐下。好久没有用我们这个技能了。看一下，我觉得杀手一定是黄衣服的。然后让我们游戏结束之后验证一下是不是这个黄衣服的人。但是游戏快结束了，跳到箱子上面吧。Where are you？ 是这个挂机的朋友吗？那我们先把金币吃满，噔噔噔噔。好，他好像开始行动了。看他突然掏出把刀，哎，好像也不是哎，那就是这个人吗？游戏时间到嘞，第三把我们很顺利的活下来，好吧，来看一下杀手是谁啊？来验证一下我们的杀手，看小编判断对不对？是谁？是这个人，好吧，没有遇到过。好，那么我们今天的游戏时光呢就玩到这里啦，感谢各位小伙伴的观看，让我们明天不见不散，拜拜。